我是六号佳丽殷倩慧琳，今年19岁，来自中国重庆。从小对时尚的偏爱也导致我对模特同样的钟情，曾经参加过模特比赛，也出席过一些商业演出及当地的一些时装表演。爱好表演的我，在学过一年民族声乐的基础下，也参加过当地的时尚表演以及学校的表演。对于参加这次表演，我希望能借此机会认识更多的朋友，并借此机会锻炼和更好地认识自己，对于自己的不足之处给予弥补。谢谢。